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收看由呆呆为大家带来的《生存战争：野人岛》第228集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将攻击一下野人，吸引一下仇恨，把他们引诱到我们的超级大别墅里面。我的天哪，这野人也太多了吧！男野人、女野人，到处都是的。哎呀，他们都来打我了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哇塞，他们这是成群结队呀！我要是被他们给围攻了，说不定就被他给打死了。你们还别说，这男野人跑的就是快啊，头几个男野人一直追着我打，现在呢我们把他引到了这一个超级大别墅里面。好的，来追我呀，追我呀，我们先跑到这一个房间里面。嘿嘿，有一个野人落单了啊，他一个人进来了，现在他一脸懵逼，好像诶，我的兄弟去哪了？不是说好了一起揍他吗？结果只有他一个人，他怂了。好吧，在这里我也不打死你了，我只是想把你引过来而已。想必这些野人呀对我都没有仇恨了，我们把这个入口啊给他用石头给封起来，这样的话呢只有我们可以跳进去，野人是出不去的。同样的，这边呢我们也给他堵起来，但是我堵的时候啊被这个野人给发现了，他们看到我就直接对我拳打脚踢。哎，我也是够惨的啊，为了把你们好好的圈养起来，我也是受了多大的罪啊。就这样，我和野人来来回回拉扯了好一段时间，你追我就跑，你追我就跑，跑完之后我再垫石块防止他们跑出来，最终还是把这个石头啊给封起来了。不过有两个野人还是出来了，哼哼，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直接把他给打死。哼，杀鸡儆猴，看你们还敢围攻我不？然后呢，我在大别墅的外面看到了很多的女野人。这个女野人看到我之后啊，直接对我拳打脚踢，我也没有还手，不过打的还不是很疼，把我的衣服都给打破了。好吧，哇，这些女野人好像在打这一个僵尸野人。嘿嘿，我在旁边收一下战利品，还好，这些肉我们全都给收了。我们准备啊把这些女野人都给引过来，引到这个房子里面，从这边呢我们开了一个口子。好的，你们都过来吧。好像不是很能过得来，把这个石块也给它砸掉就可以了。好的，你们都来都来，姐妹们都来呀，快来快来，这边可是一个好地方哎，雨淋不着也冻不住。哎，姐妹们你们都过来。好的，他们也都差不多了，然后用这个石头啊给它封起来就可以了。外面呢还有两个女野人在流浪，算了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，只能把你们给塞进去了。现在呢这一个超级大别墅呢就归这个野人所有了，然后我们过几天再来看一看这个野人啊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多，让他们繁殖一下，到时候我们的超级大别墅就成野人收容所了。